高桥天后真雅妮在南韩刚刚拿下了今年第六座的 LPGA 冠军，龟山乡公所在免费乡民公车贴满了真雅妮龟山之光世界第一的车体广告，要告诉乡亲们，真雅妮可是道道地地的龟山人哦。这样的宣传手法让原本不知情搭车的民众看了都觉得与有荣焉。世界高球天后曾雅妮是台湾哪里人？猜出来了吗？答案是架杠龟山乡民啦。今年曾雅妮在南韩第六座 LPGA 冠军入袋，现在名号国际响叮当。龟山乡公所在免费乡民公车贴满曾雅妮龟山之光世界第一的车体广告，就怕民众不知道她是龟山子弟。我是车体广告才知道她是龟山人，龟山人的骄傲吧。平常看妮妮打球，不说还真的不知道她是龟山人。广告直接秀给你看，身为龟山乡民顿时恍然大悟。现在八台公车全乡跑透透，显眼的超大广告吸引民众忍不住多看几眼。有了世界第一的加持，坐上公车更与有荣焉。在我们免费乡民公车，也特地为我们真雅妮加油啊，等于是替她做一个宣传跟广告。让我们龟山乡人广为周知。新的车体广告以曾雅妮挥杆英姿和龟山少棒队为主题，向乡亲们分享他们的杰出表现。曾雅妮因为稳坐世界女子高尔夫球第一的宝座，果真是道道地地的龟山之光。全国台电新闻黄轩采访报道。